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拿一个拿这个又干嘛呢？要做飞牛顿。我的妈呀，那叫啥来着？嗯，叫啥？飞牛顿。为什么会叫？为什么会叫这么奇怪的名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它使劲戳的话，戳不进去，慢慢的话就可以。你们感受下这神奇的流体吧，敲它纹丝不动，慢慢滑下去才能留下痕迹，可以吃得日式一块片。它的一脸色好闪耀，把它捞起来好看，抓到手里。哇，真的是耶，妈妈啊，会上劲儿了，它这个啊，我的妈呀，你看轻轻的，但是佳佳让我搅拌吧。好的，等一下姐姐把这个给我，要浪费多钱。我的妈呀，实在是嚼不动了呀，大家让我试试。我的妈呀，还是有点粘手，再加一点。对，还是有点点粘手。好棒，这是第三次成功应该是吧。嗯，第三次成功。我的妈，现在已经完全嚼不动了，大家。哦，我们还是轻轻的吧，搅搅和搅和。我的妈，搅不动了，妈妈，还是你这个大力士上场吧。滚滚滚滚，让妈妈让姑姑搅。哎，妈妈这个大力士这边还有一点，是不是超级硬了，妈妈？这都可以了，不用再加了。好，这个飞牛顿我们做的特别成功，我来看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让妈滑一下试试。哇，真的是呀，妈妈。啊，这个好神奇呀！咱们加一点淀粉。好。啊，不加了。让我加。来，宝宝，把你的淀粉分给我们。慢点，慢点，乖乖。加一点，没准能加一点。好。好，慢一点，姐姐弄。赶紧。姐姐帮我。姐姐来，就是这个飞牛顿，我感觉做的特别成功。大家其实也可以试一试，姐姐弄，我估计不会弄像你那样给它弄开。你看你，等一下，你别动了，我就用桌子上的就行了。举报我们是第一，三次成功，撒了一桌子，结果粘上弄不掉了，是吧？你们看。使劲敲，没反应；轻轻滑，没反应。不是你那样弄的，咱们搅拌一下。要不要再做一份给外国哥？我都不加这个亮粉了啊！嗯，我就加桌子上这些就行。再做一份，经过一点点水就 OK。大家看，已经变成。先拿着这个。啊，雪国低空，好像是冰山泥吧。姐姐，叫，你玩那个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份是他金宝要给帮妹妹做的，是行，搅和，你点开，我要看，好像加的有点多呀，妈妈，好像得加一点水，要不然这个飞牛顿就糟糕了。特别的成功，你看，哪个特写？好棒呀！对吧？咕啾啾，就有一点点粘，不过一搓就掉了。水又加多了。少量多次的加入吧。又来加粉了。少量多次的加，记得一定是玉米淀粉。
好了，那我们这两份都已经做完了，大家看，我们感觉非常的好玩。然后呢，如果家里面有玉米淀粉的话，可以来尝试一下哟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玩这个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快点动手，好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我是静宝呀，我是静宝的妈妈。现在是晚上的9:20了，马上看我家静宝在干嘛？你看，草莓、苹果，吃了一碗泡面，然后现在又在玩这个。这个叫俺自己做的哟，听，特别有姿势。还很细手指，手感拉的拉伸特别棒。它本身是一款工厂，你又给它改成特别好玩的起泡胶了。其实方法特别简单，就是加入牙膏，少量多次的加入牙膏。如果你还想让它起泡的话，那你就加入起泡材料就 OK 了。如果你想把它变成奶油起泡胶的话，那你就加入 T 恤泡沫就 OK 了。魏金毛，有人想听你唱歌了呀。行呀，那我给大家唱一首啥，我就拿手的吧。那你看吧。等一下，我放下音乐。然后说欧若拉。好了没有啊？来，你慢一点。谁的脸出现海角的间谍，忽然的瞬间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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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的瞬赶快寻找自己的爱，爱是阳光，如此的认真，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，落泪的激光，传说的语言，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。谁的眼泪是谁的加倍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的话筒没有电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